原标题：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什么还能调动军队呢？吴三桂自从在山海关放清军入关，共同击败李自成后，获封平西王。此后与其他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一样，为了表忠心，吴三桂南下清剿南明和各路起义军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山东驱逐李自成部下，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大本营，镇守关中清剿反清势力，入川攻打张献忠余部，最后再率众南征云贵，攻打南明小朝廷。也就正是在这个时候，朝廷授予吴三桂平西大将军一职，也就是那枚官印的由来。有人说吴三桂在康熙二年便已经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兵符，那么吴三桂是如何能够在康熙皇帝撤除三藩时调动西南地区的军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可能都以为将士听命于兵符而不认人，但在现实中，将士大多数听命于将军而不认兵符，甚至不认皇帝。同一个战壕里面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顾命关系，使得将士们大多会听命于曾经带领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军的命令，即使这位将军没有兵符印信，这才是历史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吴三桂所调的兵马并非是朝廷的兵马，明确地说，吴三桂所调的兵马全部都是隶属于平西王帐下的兵马，因此吴三桂对这批兵马拥有着绝对的号令和威信。正是因为这些兵马对吴三桂的服从，才使得在三藩之战开始之初，吴三桂迅速地拿下了南方地区，饮马长江，可以说是胜利在握，剑指首都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但是最终吴三桂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还是吴三桂出师无名。天下大乱久矣，人心死定，百姓居安，吴三桂此时扛起反清复明的口号则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而且吴三桂降了右反，为天下人所耻笑，自然为天下人所抛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